本身我自己咧係一個健美運動員嚟嘅，咁每日嘅訓練裏邊咧都要需要應付唔同嘅重量。重量越大會令到我力量越大，到最尾咧成果就會顯示喺我肌肉身上。咁所以好中意呢種感覺，力量。影相其實個力量係好緊要嘅，無論你嘅喺outdoor影相個 power 嘅輸出嘅力係好緊要，因為你可能烈日當空之下，你要個輸出要好強，要壓好多光，或者要create好多嘅光線，一定要好強嘅 power 嘅力量先可以做到嘅。